做了 FG 的美妆大厂那么多年的评审长了，今年哇感觉到特别的热闹，那个气氛很像参加娱乐的盛典，有一种好像要到奥斯卡的感觉。希望呢大家可以在今年的大赏里面玩得很开心，因为有非常多的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它可以把所有的流行跟美妆的资讯全部整合在一起哦。这个大赏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指标，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有公信力，又非常有权威性，甚至呢现在有国际性的一个架势。看的 FG 在今年的转变，他们从美妆网站要变成女性的入口网站，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也感觉到很感动，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，祝福 FG 美妆评鉴大赏越办越成功，祝福2013 FG 美妆大赏越来越好，每一年比一年好，祝福 FG 接下来新的一年发展越来越好，然后成为我们美妆界的翘楚哦。祝 FG 飞行盖呢第六年的美妆大赏成功。很开心又来到2013年 FG 的美妆大赏，每一年都让这个活动更盛大，然后更强壮，然后更有公信力。谢谢大家。我是郭靖，在这里祝福我们 FG 美妆大赏可以越办越好，越来越多人参与喽，而且可以创造出更多更多漂亮的女生，一起吸收更棒的资讯。大家好，我是维恩，很开心来参加 Fashion Guide 的时尚大赏活动，第六届了，越办越好，加油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，祝 FG 第六届美妆大赏今天圆满成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ny 王耀明，我要恭喜 FG 第六届美妆大赏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好，恭喜大家。